除非那个什么门训特别好。剪好了吗？那块没法再剪了。为什么呀？太短了，这是推了。这是没法再剪。剪只能剪到哪？就这样。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傻子，嘿。傻子。嘛？睡觉呢。其实他是那样，其实你看不见什么的，你估计剪指甲什么都容易。以后剪指甲给你戴这个伊丽莎白圈，不行再给你戴个嘴套。戴死人家了。他其实是看不见，没什么多大事，都一样，看见就害怕。什么？你走吧你，让我照着他。眼不见，心。你给他摆成什么样？没人要你了，没人要你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你看，他走了。OK， 起来吧。哎，不许舔，嗯，乖。嗯，行。